里常说，那会像花瓣，看完了就完，不必要再联想。怎么沉睡？怎么忘川？怎么灯火？怎么浪声？怎么风景？就怎么看？何必要快忘？打开门就见山，我见山就是山，本来就很简单，不找自己麻烦。就碰上就上，是谁说肝肠会子弹？问长点了灯就会亮，关了灯就会暗，谁活得不耐烦？哪里来的感觉？聚就聚，散就散，是谁说独自磨平安？问长就是把雨伞，不是感情一场。那烟消雨散，看完了就忘，没必要再联想。什么秋水，怎么忘川？什么灯火，怎么阑珊？什么风景，就怎么看？何必要怪怪？打开门就见山，我见山就是山，本来就很简单，不找自己麻烦。碰就碰，伤就伤，是谁说独自磨平安？文章点了灯就会亮，关了灯就会暗，谁活得不耐烦？聚就聚，散就散，是谁说独自磨平安？笨蛋。山就是山，本来就很简单，不找自己麻烦。碰就碰，伤就伤，是谁说独自磨平？